小时候就是实在很没有念书的天分，然后妈妈就建议我去念复兴商工美工科，对，然后一进到那里就哇，完全是世界都变了，很开心，很有成就感。然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就接触到陶，才发现哇，做陶就是你捏好了进窑烧出来就好了，就是一个成品了，这个美材真的太棒了，我就是这辈子要做陶。我要让我的作品就是简化到最简单最简单的元素，然后去重复堆叠啊，就像在玩积木这样，就像小朋友玩积木，就其实没有预设什么，就是开心就好。蓝泡泡这个是它是中间是空心的，对，像这几个比较小件我是拉胚成型，后面比较大件是手捏的，捏就是大大一颗，中间的花心拿起来就变成一张椅子，然后像这个圆圆的一球球还有的是还可以就是当一个什么小杯架或者是扶手，我把陶就是当成在玩吧，常常都是土在告诉我该怎么做，只要能够摸到土就觉得好开心。